做三得得，做三心三，没有啊！我想该修我自己，我求阿弥陀佛，我以十一岁，我没结婚，我有两个妹妹，我已经做过朋友，还人两年，真个真 OK， 最想买双照顾小朋友，我是注意中国生活子。今日正睇瓜炒饭炒面包煮包冻，我食煮猪肉，但系我唔食猪肉。我想再嘢喺香港要揾到啲前辈屋企人。OK， 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Elihamida。你几多岁？我二十一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未结婚。你先有冇做嘢？你先有冇做嘢啊？我以前做过工人，喺廿年两年。做乜嘢啊？我写正个正屋企，最松买松照顾小朋友。小朋友几多岁？小朋友几多岁？我五岁。嗱，点样嚟照顾小朋友？帮佢起身，帮佢冲凉，帮佢洗面容只眼。帮佢食饭，陪佢玩下，陪佢读书，帮佢做功课，接送佢翻学。咁你识唔识住中国书？系，我识学字，正字正批瓜，炒饭炒面炒粥，包粥包汤。正字几耐？第条二十分钟，第条二五分钟。你识唔识煮猪肉？系，我识煮猪肉，但系我唔识猪肉。点解你要常做嘢喺香港？因为我要揾到啲钱币，我自己当屋企人。你惊唔惊噶？我惊噶。如果有老板俾你放假，唔系先嘅点样？冇问题。如果有老板叫你照顾 B B 或者照顾靓哥，你要唔要啊？要啊，我要啊。好啦，多谢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多谢太太，多谢先生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